那我们撤了，谢谢高姐你的面膜，这下要变成又白又亮的小电灯泡了。哇，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不要太想我，我以后还常来的。走走走走。你真不知道自己多少瓦有多亮啊！走了。还是一样。不起嘛，让你受委屈了。你那天话说到一半，光把定制组夸得天上有地下无，你可真是个顶尖的销售啊。不过我说的是真的吧？我发誓，等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找一个更合适你的位置，好不好？不用了，既然都已经决定去那里。什么都还没有学会就走，我也太不甘心了。这不是奶奶的风冠吗？早就送到定制组修复了，还没修好啊。这精美的凤冠放在角落太可惜了，我想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复，可是又没有经验，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嗯，你会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的凤冠。那你不如教我吧，应该怎么下手呢？先在这个位置还是怎么样？哎呀，站着有点累，腿有点酸。给你做。嗯。哎呀，我教你啊。哎呀，你别动，你看啊。岁月的风霜损毁应该会很严重的，但这个凤冠却保持了比较完整的面貌，莫非有什么特殊的保存方法？那就是秘方喽。你要想知道啊，那等到你成为奶奶的孙媳妇儿，她自然会告诉你啊，而且凤冠还会传给你啊。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你脸红什么呀？嗯，如果定制组的老师傅们都像你这样，多跟我说一说就好了。你不知道就问嘛，你可别小瞧那些老师傅，别看他们每天端茶六秒，他们来头可大着呢，而且他们入行的时间啊。是在出口创汇的时候，林师傅的爸爸是有名的剪金林。
懂财好，就是这把我们的事都给小高给说了。你这个蔡老头啊，是个拒不精，又说话精。<笑>你看啊，我们这几个老头呢，人微言轻。嗯，而且呢，这个就是见到领导，我们也跟你说说也没这机会。而且呢，我们也快退休了。 是啊，你就别在我们这儿瞎功夫了。郑师傅，既然我都来到这里了，白白浪费时间可不是我的性格。况且啊，我是真心觉得几位师傅的技术和阅历都很珍贵，特意向你们虚心求教的。嗯，马屁拍得不错，你开心了。<笑><笑>你直说啊，到底想要什么？ 我偷偷研究了一下里面的凤冠。凤冠？哎呦，你对凤冠感兴趣啊？嗯。可是，制作凤冠的手艺精美繁复，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复呢。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凤冠那是首饰工艺里边集大成者。 不是所有的人啊，这是谁想这想修就能修得了的？啊，你看啊，不光是要看，啊，而且要动脑筋，你心里边要把它拆成几个部分啊，仔细的研究。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明代的宝石是不修形的，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的，所以统一铸模。 那是行不通的，是不是？哎，它都有个性，它不能成批生产的。哎，这样吧，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宝石是怎么镶嵌上去的？既要做到不着痕迹。 又不能有拼凑的接点，会不会是和镶嵌的金子成分有关系啊？嗯，可以呀，聪明，真聪明。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不仅如此啊，哎，这样吧，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凤冠，咱们实物我给你好好的讲讲，好不好？好啊。去。 今天就到这吧，强迫自己工作是最无聊的，咱们得劳逸结合呀。今天我请整个部门去放松，你俩也一起来吧。今晚嘛，太晚了吧，回去休息吧。你刚还说要劳逸结合，怎么一秒就变脸了？最近大家为了会心都很辛苦，所以我决定犒劳一下大家。所有人都空出时间了，你这个领导不去也不太合适吧？反正你回去也是休息。 我回来这么晚是因为我们部门今晚有活动，所以。我什么都没说，你解释什么呀？真的是这样，你不信，你过来搜我身，我什么都没干，你搜。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嘛，我很紧张的。
松。口红印倒是没有，不过怎么会有一支口红？是不是别的女人忘记在你这儿了？一支口红，这是不是哪位先生送给高小姐的？送我的？怎么突然就送我口红了？都说化妆品是女人的武器喽，所以你也就不要想那些什么比赛啊之类的事情了。谢谢。赶快试试，看喜不喜欢。现在？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么多，我都喜欢。我去洗手间试一下。哎，要试就在这儿试。你干嘛那么着急啊？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口红的味道。别光顾着享受甜蜜，忘了你及瑞华的意义。你来了，来看看你啊！我就知道你照顾不好自己。我来给你擦个药吧。你让我先把这个花瓣弄好吧。捣乱啊！你一来我就乱了。我还会乱？我这么一个大帅哥坐在这儿，不是更应该有动力吗？
你的脸皮简直比金箔还要厚。脸皮当然要比金箔厚了，金箔才多厚啊。郑师傅，哎呦，瞧瞧瞧瞧，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你怎么到我们定制组来了？这不各个组之间都要学习学习吗？怎么不欢迎啊？不过，记不记得，哎，你小的时候，啊，这跑到我这儿来，拿我那个蜡板当橡皮泥玩，那我还哪敢轻易的欢迎你呀？您这怎么当美女面揭我短呢？是不是？对对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们这儿新来的小高，啊，哎，你别看他年轻啊。这个是这个脑子也好使，手艺也不错，这长得也挺不错啊。嘿，你还从来没有这么不正经过，见着漂亮姑娘了，头就昏了。哎，有意思，我给你牵牵线。您别总乱点鸳鸯谱，这一看就有男朋友。你怎么知道？你看这镶金箔这么无聊的活儿都能干得这么起劲儿，一定是爱情的力量。哎，小于总，你平时事务繁多，这里招待不周，就不占用你宝贵的时间了。您看，你们家美女下逐客令了，那我走了啊，过两天再来看您。老地方接你下班。所以我们准备把这位顾客的爱情故事拍成一部微电影，我们用慧心整个品牌去串联他从相识到结婚。我们会给男女主人公送上慧心首饰作为他们爱的见证。首饰上还可以刻字，独家定制，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款。不错。现在的年轻人身处异地还能对爱情这么执着，真是难能可贵。宣传渠道都落实了吗？我已经联系了我们经常合作的几家媒体，他们非常感兴趣，并且愿意帮我们做推广。我也通过妈妈的关系得到了几位业内人士的支持，他们都愿意为我们的活动站台。我还准备找几个比较大的社交网络平台，让他们参与话题讨论。可以试试，不过要记住，大规模的营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使大家更了解你的产品；可是另一方面，你有一点点的瑕疵就会被无限扩大。所以切记，绝对不能影响品牌形象。这个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做最真实、最美好的故事。喂，郑师傅，真的？怎么会呢？玉芝，我们这次。高杰来了。这次又想举报谁的设计有问题？总盯着别人的错误，只会让自己掉价。我已经学会了这个道理，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是吗？我看是你总盯着别人的错误，好把人拉下水吧。如果你一定要曲解我的意思，那你随意。这样，哥，杂志做专访的人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你带着高辉去吧。
好好宣传一下我们的微电影，我去跟平台对接一下细节。走吧，后悔。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真的是一模一样。那个点翠也是你修复的？其实，这不是翠鸟羽毛，是白鹅毛。什么？董事长，翠鸟的羽毛固然不能代替，但翠羽的获取方式太残忍。过去点翠的追求是永久流传，恒久不变，而当下点翠的意义或许可以阐述为坦然面对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洗涤。在宣传上，我们可以宣扬以一颗环保的心去制作和欣赏珠宝首饰。郑师傅也同意吗？他一直坚持宁可残缺也不能破坏传统留下来的规矩。点翠这种审美价值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我用白鹅翅膀上细直长的绒毛，加了树粉和浆糊粘贴成翠羽的形状，然后再用珠宝打磨成的粉末制成了眼彩，顺着残缺的羽毛光泽走向，再调色粘贴。从工艺上来看，足可以以假乱真。即便是您刚才也没有察觉到跟翠羽的区别啊，不是吗？来，坐吧。我也是不支持这种残忍的做法，可是郑师傅有他的坚持，所以这个凤冠就一直搁着了。他是我嫁进余家的时候，余志的爷爷送给我的，是余家的传家宝，我一直珍藏着。想修复它，又怕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你把它修好了，可是余植的爷爷再也回不来了。离开的家人，总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送给我们祝福。董事长，您不要太伤心了。不说这事了。你在定制组做得不错。谢谢董事长的肯定。是我之前太不成熟，我知道公司上下，包括您之前对我有一些误解。我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为自己证明。定制组都是一些老师傅，把你安排在那儿。太委屈你了，再把你调到镶嵌组，你愿意去吗？去了定制组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去学习，反而很感激您当初做的这个决定。不了解工艺，就不能把设计呈现得淋漓尽致。非常好，年轻人要多学些手艺，这是很好的事情。好了，谢谢你修好了凤冠，还特地送来一趟。董事长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尽的职责。如果没有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
哎，阿正啊，就像你说的，高杰真是个宝贝，而且人还很勤恳。你呢，那些手艺多教给他一点，要是退休了失传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您放心啊，我们会好好培养他的。我们啊也都很看好高杰，不过也别使过劲儿了啊。上大七这样的活你也让他去做？你看那个手都肿的，你们也舍得？您放心吧，我们不会让他累着的。穆总，啊，我听说你们真情故事的营销计划，董事长已经批准了。我看了你们的策划报告，做的的确不错。谢谢，能得到穆总的夸奖，非常开心。难得董事长这次这么重视，而且前期投入了这么大的精力去预热，你们可得好好做呀。要是一不小心出了岔子，那可就功亏一篑了。穆总放心，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还有事。好。林董事长刚才质问点翠手法那么严厉，后来又试探我要不要回镶嵌组，应该都是刻意在考验。现在看来，我应该过关了。高杰，品珍，你怎么在这儿？来接我下班吗？我没有那么急切去你家蹭饭，好不好？我是来办理入职的，以后我就要一起跟你上下班了。入职？你要到这里上班啊？你不是开玩笑吧？我没跟你开玩笑。前辈你好，以后请多多关照。啊，怎么办啊？那我岂不是孤身入虎穴了吗？哎，小声点。不是你说瑞华适合养老吗？人傻钱多速来，怎么现在又变成遍地荆棘各种机关了？我说的都是反话好不好？难道你都没有听出来吗？你什么时候变成傻白甜了？我一直都是傻白甜，玛丽苏女主本尊，好吗？那你为什么要进镶嵌组啊？还不是那个帅神严凯，他鼓动我投简历，说你和于直都在镶嵌组，我去准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准没错，没错才怪，好不好？我发现只要跟他沾边，就绝对没好事儿。其实你没有遇见他之前也没有多好运。你说什么？没什么。姐姐怎么办呀？你那么厉害，在镶嵌组都待不下去，那我岂不是分分钟被 KO 啊？放心好了，都来了就努力工作，只要尽力就会有收获的。嗯。还有，在于直的部门不要给他添乱，知道吗？知道啦，这么快就重色轻友。还有，不要惹高慧，切记。知道了，知道了，高奶奶。嗯。在钢铁厂工作很久，那后挂档吧，就差一点就好。你看那凤凰，我快修好了哎。真的好厉害啊！对啊。整个部门都废。你们稿子都交了吗？怎么了？我打听清楚了，高杰今天拿着的盒子是凤冠。
凤冠，奶奶放在定制组修了很久都没修好的那个凤冠。听说人家现在不仅修好了，还拿到董事长面前显摆去了。不可能啊！定制组的老师傅们修了那么久都没修好，高阶才去了几天就修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就算凤冠修好了也没什么。定制组啊，马上就要被裁撤了，到时候高姐也得走人。定制组要被裁撤了？这件事呢，早就提上日程，但是奶奶照顾那些老师傅们，所以一直在暂缓，等他们退休之后再着手进行。但裁撤是早晚的事。 原来如此，还是学长你有远见。所以啊，高杰进了一个要被裁撤的组，又跟着一群快要退休的师傅，能有什么作为？可你就不一样了，你是堂堂镶嵌组的首席设计师，何必跟他计较呢？他区区一个小设计师，当然不足挂齿了。我只是看不惯他总是一副权势又欠他的样子。哎，不说他了。对了，学长。 宣传那块沟通的怎么样了？在进行中。哦，对了，品珍到了镶嵌组，你要多关照她一下啊。 你也知道啊，她神经大条，风风火火，很容易出事儿的。你的闺蜜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了。哎，现在这个社会啊，闺蜜说一句话比我长辈疯都好使。又不正经。那说点正经的，你知道你今天把凤冠送过去之后，奶奶非常喜欢。你走了，她就跟我在那夸你。现在。 全公司人都知道。其实没什么了，我只是觉得传统工艺的精巧设计是现代工艺无法企及的。这些天我都跟老师傅们学习，真心觉得这些手艺失传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应该有更大的展示舞台。那你想把它？ 送到哪里去？拍纪录片，还是博物馆？今天我回到公司，听说素金组还有镶嵌组在为年度盛典做准备。你觉得定制组能参加年度盛典吗？每年的年度盛典一直都是素金组一家独大。 我们镶嵌组还在跟他们抢展位，定制组连作品都没有，怎么去抢展位啊？我知道，但是如果定制组的手艺连展现的机会都没有，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叶总好。 我今天正式上班，有什么工作尽管安排我吧。怎么净招些不靠谱的人了？我说你这个高跟鞋这么花哨，这注意力都在鞋上，还能认真工作吗？我不会没事就看自己脚的，而且花鞋走花路嘛。再说了，公司有规定不让穿嘛。公司的规定只是写在纸面上的。所以职场新人，我要告诉你，在职场的潜规则，新人就是要无条件服从领导的指示安排。 哦，那请领导指示，我现在是去商场买双新鞋换上，还是光脚办公啊？算了算了，我这呢有一个缅甸的红宝石，你把它拿去给小王送过去。哦，好。叶总监，这个是尖晶石吧？ 我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珠宝鉴定，大致品种都能辨认。这个是红宝石的半生矿，但价格差很多。哦，
这不会也是瑞华的职场潜规则吧？还行，不算太蠢，有点眼力见。我可不想招个笨蛋。哦，我明白了，原来叶总监你是在考验我呀。你知道就好。既然你是做文案的，先去给咱们公司的公众号写篇文章，内容呢就关于咱们慧心产品的推广吧。啊。哦。不就是写公众号推广吗？谁不会呀？不过你想让我夸高慧呀，我偏不。叶总监。哎，穆总。叶总监，您找我有事？哎呀，我是觉得进来你很辛苦啊，这镶嵌组新进的员工一个比一个还不靠谱，还得靠你亲自来管教。应该的，作为公司的老人，管理好属下也是我的任务之一。哎呀，可是叶总监，你是做设计的，设计师就要拿作品来说话。你看看你，把你的精力和时间都耗在管理人事上了，设计不做了。那镶嵌组的设计谁来管理呀？你可是镶嵌组的设计总监呢啊。这个现在镶嵌组呢是由高设计师来负责的。那高慧来之前呢，那镶嵌组的设计不都是由你来说了算的吗？哎呦，你看，我也真是替你不值呢。不过我对你的才华是很欣赏的，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的话，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好好想想。真没想到啊，我只是买个戒指，竟然还被写成微电影广告，拿到那么一大笔酬金。这个文艺创作我是懂的，你们随意发挥，不用征求我意见。我们是一个做真金白银的公司，希望一切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你和你的未婚妻真？当然真实。这所有的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没有半点虚假。江先生的爱情故事本就足够感人了，不需要任何渲染。哦，我刚才把江先生的爱情故事传到了微博，反响还挺好的。你们看，网友都说特别感人，还说因为你们又重新相信爱情了。啊，我看一下。这个也太详细了吧。高小姐，我的意思是，这个毕竟是网络嘛，没有必要搞得。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喂，好多人评论，800多条，我觉得反响还挺好的。亲爱的，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我们已经分手了。对啊，他那个戒指放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啊？你放心，我帮你弄了一个新的，同一个设计师，限量版新款。啊，肯定比那个贵。是啊，贵多了啊。放心。哎，亲爱的，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晚点联系啊。嗯，哇，丽丽，哎，啊，我在跟领导开会议呢，这不刚退出就接你电话，啊，啊，微博啊，哎呀，网络上的事情你也信啊？这都是营销啊。